云在青天，水在平。你们这些人，有些是云，有些是水，所做的事情不同而已。没有真正的贤臣，贤一不贤，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。贤时便用，不贤便冲。水是往低处走的，人心总是高了还想高啊。20年了，你爹不光是杀人、治人、霸人，也会用人。只要用对了人，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。做官要精明，但不要太精明。官场无朋友，朝事无是非。只有厉害二字。功过从来结伴而行，我不求有功，无过便是过。我可以不做名臣，但不能够做小人。官做大了便没有书生，圣人的书是拿来给别人看的，拿来办事是百无一用。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四两重，可要上了秤，一千斤都打不住。你知道朝廷的水有多深吗？他们在上面拿着刀刀，却都砍向浙江。小心一年不难，一辈子小心就难了。逢朝为官，如同乘一船，风浪一起，先落水后落水，谁都不能幸免。万世之功，一步之遥，一步踏空，便会万劫不复。历来国库亏空，要么打百姓的主意，要么打商人的主意。现在百姓保住了，他焉能自保？国库不能不缴，不能全缴。若真在，就没有人能扳倒我们。严党要参，皇上要见，是可从轻，又可从权。这个道理，你也不明白吗？似你这等站在岸上观船帆，不知名。一个小小的七品能抗得过谁？在浙江你能做些事震动朝廷，那是因为你背后有人要震动朝廷。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如果还像去年那样寅吃卯粮，则卯粮吃完以后，真不知道我大明朝还有什么可吃。朝廷挥霍无度，官场贪墨横行，大明朝再不整治，亡国有日。以一人敌万人，大明朝只有一个海瑞。这个海瑞是大明朝的一把神剑，唯有德者方可识之。我大明朝还有利剑吗？再利的剑握在你们手里，不过是一把生锈的刀。我海瑞上这道书，只为了两条：一是我大明的江山社稷，二是我大明的天下苍生。独你一人是忠臣、良臣、贤臣？我只是直臣，无父无君的使臣。你说的这些圣君贤主，哪座山还在啊？回陛下，都在。在哪里？在史册里，在人心里。